莹的服装，不论它是宫廷风格，还是复古风，还是甜美帅气的风格，哇，搭上我们爱丽丝最专业的造型，每一个小朋友都变成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还有小王子了耶。好，那这边主持人呢，就把舞台要交给我们小朋友。首先呢，我要先请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哦，要欢迎我们的小小模特儿林怡嘉小朋友、林志柔小朋友以及谢珊珊小朋友出场。爸爸妈妈，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哦！哇，好可爱的小蛋糕！来，小朋友，我们到舞台的中央，先跟大家挥挥手，很棒。那我们向舞台前面走，走到最前面，我们要看摄影机长呢，我们要给他一个最。哇，我们是帅哥美女的组合。好，看我们的摄影机大哥挥挥手，跟大家 hello。好，那我们请上我们的伸展台前面，往前面走。好漂亮的小公主，还有我们的绅士，对不对？好，她有没有变一个很可爱的 pose？严允浩小朋友出场。哇，我们的礼服系列非常的华丽。哇，是帅哥美女组的，摆一个 pose 有没有？ Hello。 好，那我们走向伸展台前面。好，裙子要小心哦。来，请爸爸妈妈给他们非常热烈的掌声哦。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走在舞台上面，非常的勇敢，很棒。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是经由我们爱丽丝宝贝写真团队所打造的造型哦。好，跟大家挥挥手。那我们往舞台的前面，往前面走。还要记得跟大家挥挥手哦。还有你们最。
的 pose 跟很可爱的 pose。 好，那转一圈，裙子拉起来，小心哦。哇，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向后面转。好，走到中间。好，裙子小心哦。好，要跟大家挥挥手，挥挥手，谢谢。颜彩一小朋友还有郭诗辉小朋友上台，爸爸妈妈要记得你们的掌声哦，我们的掌声是小朋友最大最大的鼓励。好，先跟小大家挥挥手。好可爱的小公主跟小王子，你要不要手牵手往前面走？手手牵起来往前面。哇，我们今天小公主的头发好长好长，像长发公主一样。好，那我们把很可爱的一个小pose，哇，好帅哦，小公主也很帅也很可爱，那就转一圈。哇，要笑笑的哦，有没有笑眯眯？好可爱的笑眯眯。好，谢谢你们。来，那我们再手牵手往后面走好不好？转过来往后面，小心裙子哦，慢慢慢慢，很棒。好，那转身跟所有的人挥挥手，还有陈品义小朋友，大家帮他热烈的掌声鼓鼓掌。哇，是新娘子跟白马王子耶，好漂亮哦。来，白马王子把公主的手牵起来好了，耶，先跟镜头挥挥手，挥挥手，好棒哦。好，那我们公主王子我们往伸展台前面走哦，那裙子要拉一下。好，那眼睛看我们的摄影师大哥哦，等一下我们的白马王子还有小公主要把一个最可爱最甜美的表情给他哦。好，摆一个 pose， 你又很可爱耶、yeah! 好，可以转一圈吗？小公主你的裙子要小心哦。好，转一圈，很厉害。好，那我们准备往后面咯，转身我们往后面走。哇，好像新娘子哦。好，小心哦。好，那我们到舞台的中央，那我们再转过来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挥挥手，挥挥手，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挥挥手，很棒，谢谢你们。那我们先回休息区休息一下下。的呢是我们 Becky 系列的服装。 Becky 系列呢是由日本知名艺人 Becky 独家设计的，深得日本妈妈的喜爱。那我们 Becky 系列呢，它会用很大量的蕾丝还有鲜艳明亮的颜色以及对比的图案来让我们的服装更活泼更帅气。那 Becky 也有跟迪士尼一起制作联名款，也是小朋友非常喜爱的一个系列。那接下来要借由各位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小小模特儿许轩乐小朋友以及黄轩安小朋友出场。爸爸妈妈除了拍照摄影之外，手手也要借给我帮小朋友拍拍手鼓励一下哦。哇，好可爱的，大家挥挥手， Hello， 很可爱。那我们往前面走，手牵手好不好？把手手牵起来哦。那我们往前面的摄影机，眼睛看摄影机，给他一个甜甜的笑容。我们转一圈，让大家看看你们好漂亮的衣服，转一圈，好可爱哦。好，那我们手手牵起来往后面走好不好？手手牵起来，好，往后面走，王子要带好公主哦。好，那我们走到中间，再转过来跟大家挥挥手，大家挥挥手，很棒，谢谢你，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可以先回台后台休息一下下。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曾云轩小朋友还有张瑞俊小朋友出场，大家的掌声。哇，好可爱哦，你们跟大家 hello hello。 好，那我们往前面手手牵起来，手牵手，
服装哟。好，我们转一圈，转一圈，很棒！哇，裙子飞起来，好漂亮！再摆一个 pose， 很可爱的 pose。所有的人上课挥手，挥挥手，很棒！我们今天是很专业的 model， 谢谢，谢谢你们。那我们先回到后台休息哦。那再来，我们要欢迎林之宇小朋友，还有丁冠成小朋友出场。哦，我知道了，就是一个卡通里面的角色，有没有人知道？你好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对不对？好，那大家 hello。好，他要摆一个很可爱的 pose， 旁边很可爱的，哇，好可爱！再画一个，再画一个 pose， 咦，哦，这么帅！啊，那帮我转一圈，好专业的 model 哦。好，谢谢你们，我们拉群体跟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再手牵手再走回舞台的中央。我们要欢迎韩玉洁小朋友，还有刘冠成小朋友上来。哇，好大一件礼服哟！好，我们往前面一点点。啊，那我们手手牵起来，跟大家挥挥手 ，Hello， 专业的模特。那我们往舞台的前面，往舞台前面移动哦。哇，那一样要帮我摆一个很可爱的 pose。好，我们要欢迎林彩姬小朋友，还有林子佑小朋友出场，好可爱的 model， 你们手手牵起来好不好？手牵手，可以手牵手吗？你们站好远哦。好，跟大家挥挥手 ，Hello。好，那我们一起往舞台的前面走，好不好？我们往前面。田真央小姐的联名合作，她把我们前田小姐呢在滑冰上面的这个衣服呢穿到变成一套一套美丽的小礼服，让小朋友穿在身上。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徐林小朋友，还有林小轩小朋友出场。哇，好漂亮的衣服！大家的掌声在哪里？Thank you.
得好整齐哦，好专业。那再一个很可爱的笑容，耶、yeah ！变大爱心，大爱心放在头头上面，大爱心，很棒。好，谢谢你们。那我们往后面转，再回到舞台的中央，慢慢走，慢慢走。那好惨啊！好，转过来的十五个人再挥挥手，挥挥手。谢谢你们，很专业的小 model。那我们先回台下休息哟。好，再来，我们要来欢迎陈佑荣小朋友出场，请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最后一个，不小心了。好，没有。好，我们先跟大家挥挥手。Hello， 好漂亮的衣服。好，到我们往前面，往前面哦。我们要走到摄影机前面。把我们最可爱的一面拍下来，跟大家再挥挥手。啊，当有摆一个好可爱的 pose， 耶、yeah ，很厉害。要不要转一圈？哇，这一套的礼服非常的精致漂亮，对不对？好，谢谢你。那我们往回走哦，一样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再转身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挥挥手。耶、yeah ，谢谢你。先回后台休息。好，再来要登场的哦，也是我们爱丽丝独一无二的系列，这是我们日本和服系列。因为呢，和服是我们日本传统的代表，所以呢，爱丽丝的日本和服，不论是款式、花色，或者是他们的配件，都非常的讲究。只要让我们小朋友一穿上我们的和服，哇，立刻就变成很卡哇伊的日本小童哦。那我们立刻来看看我们的爱丽丝的秋冬新装和服，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丁冠宇小朋友还有陈国安小朋友上台。哇，我们好像现在来到了日本。好帅哦，我们跟大家比 Hello Hello， 很帅的 Hello。 那像像的哦，那我们往前面走，往舞台的前面来，我们往前面慢慢走，慢慢走，小心哦。好，再跟大家挥挥手。我们要摆一个很酷的 pose， 很酷。哇，手上穿酷，好，真的好像日本的小朋友。那我们转一圈，让大家看看你们的衣服。哇，真的好像日本。再转回去，再看一下摄影大哥。哇，很厉害。好，那我们转身走到舞台中间，来，我们转走回来，走到中间。好，他们一样，这都是日本整套的和服哦。好，那再跟大家挥挥手，拜拜。我们先回台下休息一下下，再来我们要欢迎尤伊莎小朋友还有秋雨七小朋友上台。来，大家要给他们非常热烈的掌声哦！这么小的年纪要在这么多的面前来走秀，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我们好棒哦，很厉害。那姐姐，我们牵她的牵妹妹的手好不好？我们手手牵起来，那一起走到前面。好，非常的可爱哦！帮我们比一个很可爱的小小仙人好不好？哦，变成好可爱的小朋友，很棒！要转一圈，会不会转一圈？好棒哦！再变一个好可爱的，再一个好可爱的 pose， 怎么好可爱？耶、yeah ，很厉害，妹妹好棒！好，那姐姐，我们再牵着妹妹，我们转回转转。我们转身走到舞台的中间，好棒！你好勇敢，我们大家再帮他拍拍手。你好棒，那我们再转过来跟大家挥一挥手。你好勇敢，好，大家我们要给他非常热烈的掌声，真的好勇敢，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梁友乐小朋友，还有郭导逸晨小朋友，小心哦。好可爱的小
哥哥有没有帮我配好说哇好帅，那帮我转一圈，哇所有的配件还有包包鞋子袜子都是我们的爱丽丝宝贝写真馆所帮小朋友打造的造型哦。好，那大家挥挥手，那我们再手牵手走回来舞台的后面好不好，舞台中央，很棒，慢慢走慢慢走，好那转过来跟大家还有胡玉娇小朋友上台，小心哦。好，那我们到舞台中间。哇，好漂亮的和服，我跟大家 hello 挥挥手，很专业的 model。那我们手牵手好不好？好，手牵手，我们要往前面喽，走到舞台最前面。好，帮我把很可爱的 pose， 我很可爱的 pose。哇，好漂亮。哇，很专业的专场，哇哇，还有这么多给心，哇，好专业啊！好，转一圈，哇，我们转一圈让大家看看你们的衣服很漂亮。好，我们转一圈，天哪，太厉害了，非常专业的 model。好，那我们手牵手，哇，那个头发，小心哦，小心哦。那走到中间，头发不得了，那转回来再跟大家摆一个很可爱的 pose。本来不是吗？好，跟大家挥挥手，拜拜，拜拜，谢谢。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迪士尼系列的衣服要出场喽。那迪士尼系列的礼服每一件都是由迪士尼授权的，完全都是按照我们迪士尼主角的服装去打版的，从服装的。